接下来我们学习如何打印队列当中的元素。 Print Queen 函数呢实现了打印队列当中元素的功能。由于队列当中的元素的下标呢是从 Front 开始的到 Real 解一结束，那么所以整体操作其实跟栈是完全一样的。那么同样的还是通过数组来保存的元素，所以我们只需要通过 For 循环来便利并打印即可。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它的一个范围，那么 I 应该等于我们 Front 它所对应的位置，而最终是 Real 解一的位置作为最后一个队列元素的位置，那么所以 I 应该小于 Real I 加加打印即可。